现在登录就送神官羽。大哥真的防不胜防，我真的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那个 VOD， 看他到底是从哪里出过来。下次隔音要做得更好。《三国群英传》第八代。恭喜你完成首周目的成功结局哦！哎呦，我买来就直接破关了，新手教学不用。《三国群英传》那大家都懂的，就是啊，就是盖城墙、买小兵、打人。我是有玩过 online 的，但玩法应该跟那个差不多吧。反锯齿，反锯齿要开吗？时间正常，讯息快一点好了。自动战斗那肯定是不需要的。online 的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一个人，然后九宫格，然后带八只小兵嘛。征战新时，东汉末年，东汉末年，哎，贤良师率领，又是你董卓，我们要来打你了。从黄巾起义开始，霸业王土欲争天，选谁好嘞？我们家丁原、四鞍、孔融、孔佑、沮哦，这么多可以选哦。张角、董卓、袁绍啊，刘谦哦，孔融，孔融是很有钱那个是不是？孔子的后裔耶。孔佑，这孔佑怎么感觉很可怜？据点一个，武将一个，就是他自己。严白虎，严白虎，吴郡的豪族。来了，我们白手起家，就孔佑了吧？几何？就你了，孔佑。这里哦，什么？没有此时机可用住哦，我可以自创啊、哦！东汉末年，我现在可以先自创一支手机。姓名字号，姓王，英勇之士。字号，对哦，我可以叫。为什么不能姓王？我是叫王大侠好了。王大侠要有什么名号呢？嗯，从未战败，帅吧？王大侠未曾一败，我可以活70岁。好，按个3次看看。好，就这个了。基础体力1597哦，香蕉狂风挂号4，地势岩障4，地龙5，破釜沉舟。列传，哦，我还可以写自己的列传哦。好，这传记等我过了再来写。支援成功起了，这样就可以开始了。东汉末年，东汉末年，为啥？东汉末年，关荣铁骑，不能自创哎。
哦，是看我的哦，是看我的年份是不是？我现在哦，看一下黄金起义的时候，1840年，那我130年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嗝屁了。啊，我黄金起义的时候应该正当壮年。15岁可以上战场啊，寿命哦，我可以活100年啊，我可以活整整100年，啊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黄金起义的时候参战。东汉，为天惠民，一臂奉天。选择君主王大侠，选择势力的颜色，黄色吧。选择国都，全制定汉中好了。选择武将，没有。看一下，士兵增强。喜欢指挥士兵的玩家就开这个，这个要开吗？我是蛮喜欢指挥士兵的，开着好了。啊，这样我指挥士兵比较稳。自创武将是否会出现？嗯，好，嗯，好，王大侠 ，OK go。要搞内政的哦，《三国群英传》还要搞内政的，我来看看哈，搞什么内政？哼，这成年就我一个能搞什么内政？王大侠太守，我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建设，啊，王大侠待命中。搜寻武将，好，40天后我可以找到一个武将。哦，这玩法就是跟以前那个一模一样了。兵种，哦，刀兵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这是我有的兵是不是？哦 ，OK OK OK， 时间开始流动，时间怎么流动？时间暂停，时间开始流动。哦，啊，这个时间本来就是会自己动的，啊，嗯 ，F1 可以2倍速，哦，哦，我就住在这个汉中，目标是一统天下。啊，三国的游戏我还蛮喜欢玩的。嗯，这个月我赚了356块钱，2000块钱。嗯，在竹县的探子发来了一个消息。东汉末年，黄巾起事，已濒临幽州边界。幽州太守出榜，招募义军。榜文张贴于涿县时，只见一人望着榜文兴叹：“哎，刘备，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。”何故长叹？刘备现在已经长这样了。敢问英雄大名？此人抱头还眼，燕汉虎须，似乎是个英雄好。张飞也很张飞，字翼德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我本汉室宗亲，姓刘，名备。如今黄巾起事，但恨己力不足，才如此叹气。没错了，有问题先报自己名号就对了。好，我正好有点资财。想招募乡勇，不如阁下与我一同，咱们做点大事。我有王家血统。两人意气相投，前往村口酒庄畅饮。此时，见到一名威风凛凛的人物。快斟酒来，我等着赶入城去投军呢。哦，神关羽。刘备见此人气宇不凡，与张飞一同
邀此人同坐。此人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解良人，因杀了地方士豪而逃难江湖。三人志同道合，惺惺相惜，相约一同前往张飞庄园，决意商谈。我好像有那个神关羽可以领，看等下去哪里领。刘关张三人与张飞桃园三结义，祭告天地，三人结为兄弟，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此即桃园三结义。此刻尚未闻名的三人，谁也不知道此事将是会有一个杂音，开创日后群雄割据、三国乱世序幕的大事件。好，桃园三结义了，那什么时候才要打董卓？我们是要先把黄金贼给宰了吗？我家在哪里？本次搜索没有任何发现哦。那我家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呢。搜索武将，再来一次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现在还可以有什么纪律？可以跟别人示好，是不是？旁边什么五丈原？谁？这些都是个谁？不认识啊。长安有正太，跟正太聊个天好了。外交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我是要去其他的国家找武将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个在汉中找武将也是有机会找到的吧。先找找看吧，40天后黄金贼要打过来了吧。难民呢？哦，路上有难民呢。难民可以前往。王大侠，哦，我要出征。哦，要出征了，最后一座据点了，无法全军出征啊！死守。那这些难民怎么办？我现在，也不能出征。禾苗来了，状态攻击。本次搜索没有任何发现哦，他们打起来。那。单位目标刘明，确定。我不能派一半出去，是不是啊？我家里就没有人啊。要自创哦，好啦，不然我们再创一支嘛。1-1 OK 吧。不唱个武将，连自己家门都走不出去。他就姓丁，名义。字号臭狗。为什么他黄巾起义的时候已经54岁了？为啥？好，这样子啊。OK， 可以。哦，他是一个军师哦。哦，好。这样就可以了吧。东汉末年自创势力，
这一次认真了，认真了。选择武将一支，我一样就从汉中开始。哦，哎，难易度很简单嘞，这样很简单嘞 ，easy 啦 ，easy 啦，可以从鬼岛开始哦，可以从鬼岛开始哦，那我们从鬼岛开始吧，原来可以去鬼岛的、哦。东汉末年，这从鬼岛是要怎么打过来？铁骑，忠心为汉。地的颜色，好，从这个夷州开始。OK， go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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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夷州，就一座城，离我们最近的剑南都这么远了、哦，那我们要干啥？怎样？鬼岛是下雪了，是不是？搜索武将是要智商高的才能搜武将嘛？那我来吧，交给我来。幕僚任命，内政的幕僚，好，这样有一个幕僚了。军事，哦。嗯，有什么内政可以做啊？好了，我们两个先一起找武将吧。我们就在这个夷州挖宝。智力高达30，哎，真不愧是丁义。啊，我们就在那边练兵种田嘛。啊，旁边还有澎湖，哎，澎湖妈祖。男女怎么沉下去了？哦，我们今年这么亏哦。哎呦，姜子牙投入王大侠的帐下，同意。东汉末年、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结义了。这什么？洞府幽斋从琼楼。这怎么还有洋文的、啊？派这个姜子牙过去看一下。你要带什么东西吗？不用吧，你就过去看看吧。本次搜索没有任何发现。哦、再搜，哎，没钱了。咱们国家没钱了。国家没钱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想想，建设没得建设，我没钱了，国库归零了。纪律打草惊蛇，魏庄我方武将数量大减。好，就选这个执行武将啊，要花钱的哦，这些都要花钱的。我看一下啊，产粮草一个月这样，产金钱一个月127，好，等钱啊，等钱。幕僚是拿来干啥的？缺平。哦哦，有他们在就可以加这个能力值。缺，就是他什么都不会嘛。发展经济了，智力91啊。老夫云游四方，相逢于此，实是有缘。尔等囊中玉卡不足数，这是要氪金的，又这穷楼。老夫云游。满5张才能回来，
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还要买点数卡的，这是画外之地耶。这边 F4 可以工作哦，我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选啊。内政任命由丁义作为我们内政大臣。姜子牙做我们人事辅臣，任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开始赚钱了。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搞建设了，是不是？刚刚那个内政是拿来干啥的？君主庭长，统计列表。管他了，等这个黄金贼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扁他。哦，可以工作了，可以工作了。我知道了，这边可以选工作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工作，为什么没有工作？对了，根据我。根据我学到历史，黄金贼到时候战败会有一小部分逃往这个鬼岛，那边有好多难民哦。走，我们去抓难民。哎呦哎，这个月有赚哎，261块。当防疾病横行，难民，我愿意接收你们。确定。由丁义，由我亲自去找他们好了。81天，要花81天哦。我就过个海去找他们，就要花81天哦。哒哒哒。游过去喽，还有野鹿群呢、啊。不是我家还有什么可以打？哎，旁边还有其他的难民呢。哇，收割收割。丁义出门。我怎么把画面给摆正？原住民的朋友，我都不带兵的吗？这接收一下难民还需要带兵的吗？这难民不会对我不利吧？老夫云游，嗯，还要我氪金呢、哦？老夫云游四方，云游四方，我只是路过啊，你先别闹啊！野鹿群哎，吃了。不能全军出动哦。那三国群英传呢？嘿嘿，今天有赚国库，好，国库现在有钱嘞。哦，有工作可以做嘞，内政，他想要盖房子，去吧。你想要搜索去吧，全都批准，也不够了，开始盖房子。好，王大侠把他们捡起来了，都来了就顺便把东西给拿一拿吧。大战野鹿群，野鹿群变成了粮食。哎，多收一点难民好了，都来了。这是竟然是即时战略，很忙哎。难民收一下。需求粮草131日是怎样啊？
丁义之没粮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王大侠没粮草了。哎，不是哎，我是按到王大侠了。哦，要先取消选取，这边再按丁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说王大侠没有粮草了，那我等等不是未知的兽群呢？我来大战未知的兽群，进攻敌方未知兽群，很好，这是我第一次的大战。军师计，破釜沉舟。激励士气，提升大家的士气，消耗了1000年老，杀！冲啊！布阵 ，OK， 开战！全员冲锋！嗷！哦，开船出来了，怎么玩来着？我是用魔法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老虎，哦，这老虎还会闪电。我在打吗？吓怪了！啊！到底有没有在输出啊？我输出，斩杀了敌军8人，未知兽群之战，王大侠回家了。这也没有办法。哦，有人势力灭亡了，好可怜啊。不是，为什么我刚刚攻击都没有那个的、啊，都没有伤害的？好，来，丁义多拿点东西啊。加速，加速，爬起来。好。让丁义回家，需求粮草34日。老夫云逸，哎呦，不要再跟我要月卡了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月卡、啊。孔佑已灭亡，哎呀，可怜啊孔佑。对全武将进行官职任命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官职哦，哦，可是你们现在要怎么当官呢、啊？武将，你们不是都已经有官了吗？我是君主啊，你是什么官？你是县尉。好，丁义回来喽。任务建议提升商业值7%。这个、啊，这是《三国群英传》。好啊，我们出一趟门啊，姜子牙，你守家一下。编队，看一下怎么让我们家出来啊，前往。由王大侠带着丁义出门。哎呦，这个月怎么亏损呢、啊？军团情报、哦，我的弓箭手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去补充一些吧。有山贼，是不是？
打不打得过啊？先去收服难民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补兵去。这三贼贼帅，三贼应该不会比老虎厉害吧？老夫云游，云游四方。老夫云游，你不要再云游四方了。我看一下军事有什么可以弄的，强征兵。哦，这里是可以强征兵哦，兵种情报，缺少据点无法执行哦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募兵哦，还能盖房子嘛，房子一座，没有任何建设中的东西，这是怎样啊？他想到了，他会自己去盖哦。是啊，我就拿外面的兵啊。本次搜索没有任何发现，我没有办法自己选，我要盖东西是不是？哎，有工作了，你想要搜索，去吧去吧，全都批准。老夫云游四，老夫云游四方。升级哦，这里可以升级啊、哦！哎，兵种升级，他、啊、怎么看我带的是什么兵？先回家好了，先回家，回城，然后按军事出征编队。我要带高级的工兵，你带民兵哦，民兵不好啦。好，你带高级的刀兵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征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懂了，懂哦，会玩了，会玩了，我会玩了。陶谦已灭亡。陶谦也倒了，受死吧，山贼！放心啦、啊，我策略游戏很懂的。撤退！你们是很贼啊！哦，丁义，我们去这个外面晃晃。粮草不足哦，外面还蛮多可以吃的。城外军团缺粮，缺粮会怎么样？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好像没发生什么事。军粮维持，缺粮草。有在减少吗？也没在减少啊，可能会饿吧。我灵东堡上空出现异象，还要行脚伤人呢、欸。哇，快快快快快，找粮草，找粮草，吃点野鹿吧。蛮兽洞，里面有猛虎。本次搜索什么都没发现，没发现还敢跟我说啊？发现了秘境哎、欸，哎，不对，是不是应该探索一下洞府哎、欸？我军队伍发现了一个云雾缭绕之处，萤火旗一个哦，这是送东西的。
子玩起来有点像那个巨商，啊，那里好多吃的，走到哪吃到哪，快吃，粮食变多了，粮草不足，是左上角这个在扣吗？不是，也扣太快了吧？这哪够吃啊？吃不了啊！哎，笋刊希望投入王大侠的帐下，没有问题。凌空堡上空，看一下笋刊。哦，你一进，哦，你好像可以当这个内政官哦，新来的，什么都略懂一点呢。他想搜索，我看一下啊，好，你当这个盖房子的吧，不然家里没人盖房子了。你要搜索，去吧。粮草耗尽了啊，救命啊。刘明，大家都进来吧。兵力增加。这个兵力是我带出来的兵会变多是不是？满了、欸。这边在探索什么、哦、我们高速前进去找刘备吧。哦，哎呦，我们发现了藏匿的粮草，哇，五万粮草，可以耗得贼快啊。等一下，快点移动！野人洞哎、欸，那里有个洞哎、欸。今年，这位将军，我们遇到盗贼劫掠粮食，行行好，一万个粮草援助。我可是个好心的将军啊，记住我的名字，王大侠。庐陵张毅啊、哦，你好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我们已经走到长沙来了，缺粮了，多吃多健康。刘明，进行官职任命，按下去它就自动官职任命吗？人事，哦，这里可以任命官职。丁乙，帮你升个官，你就是九品的哦。丁乙还会降忠诚度了，啊，让你升个八品的乡长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都升官了，啊，你可以升级到八品的令史。哦，你想升上六品啊？就身上六品的县令，巴巴拉巴巴巴巴，赏赐武将都没有。城外缺粮哎，城外也太缺了吧！局选的势力灭亡了啦，再收刘明。兵力其实已经满了，我们来为民除害吧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地方可以为民除害了。贼帅，
做抢劫这种事的，我们就杀山贼好了。你就杀个山贼，杀个动物。狮子散落，哎，可以，这狮子不强，有点缺粮食。啊，没办法啊，旁边没有其他的狮子啊。走不走得到啊？哎，不对，走到他都没嘞。我也不太懂，我到底是来这里干嘛的？多吃点东西吧。贵阳没人，哪里哪里没人？哎，这没人呐、啊！哎，我要了啊！我要了，我要了哦。桂林好啊，超爽的，捡到一座城，这里以后就是我王大侠的家了。有人想来抢哎，官职任命，请去进行搜索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有这块地发财。我先看到了，兄弟，这我先看到的哈。进攻敌方桂林，攻占。哎，你干嘛？他应该是来跟我好好讲道理的吧？嗯，不讲道理，那我就跟你拼了。城门哦，城门有防具，手背弓箭手没有，我们还有箭塔，这怎么说啊？战前军役，嗯，我来看一下军备状况如何，防务设置完成，使用我的军师技能，士气直接提升到全满。使用空城计，我让一个敌人直接撤退。哦，丁野还懂空城计哦。布阵，我们是哪边？哦，他们是右边哦。好，丁野退回来，退回来，死守。哎，我们死守，就这个阵了。开战。兵力没满，什么没满？六百五，他攻城只有六百，我六百五。丁义施展空城计，这样对面直接少一个，是不是？这攻击力感觉还行啊。三国群英传没有攻击的数字是正常的吗？哎，敌人减少的很快哎。敌军武将全灭，呜呼！胜利，丁义升级哎，大家战报哦，丁义升到七级了。我的经验值也太多了吧？有新绝招哎！我们来看看怎么放技。从未战败，他们直接消失了。姜子牙要去搜索，他是不是一直在花我国库的钱啊？我怎么只剩十五块？你们有头绪吗？粮草交易，抛售粮草。的抛售啊！这一季只赚了29块啊！为什么支出这么高啊？252块哦！有人要冲过来，我不怕啦。四五又来了，你就再来，看我等会不会把你打死。我要施展空城计了。
来了，我们来盖房子，我盖一下民房。军团令。哦，有人要冲过来了。看一下据点，这什么？这是全部要打我的人哦。没有，他们知道去打其他地方了。啊，我就住这。哎，剿山贼，碎啦！打倒山贼，五万的粮草，想抛售一下粮草，好削哦！抛售粮草吧，可以卖多少？我抛售。可以赚400块，400块应该算多了吧？哦，400块够一个城的人吃一年了。我看看啊，你要修房子啊？笋干要来修桂林的房子啊？笋干又不在桂林，这怎么？好，我去街亭找人。我有征兵吗？我兵还够吧？怎么征兵啊？召集。哦，可以把其他人也召集过来。哎，笋干那座城送你啦，姜子牙过来吧。他这样就直接飞过来了吗？还是他用走的过来？又来了，被进攻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他还没过来哎、欸。嗯、啊？哎、啊？那些防具呢？怎么都没了？先激励大家的士气。人生莫有不死。杀！杀！丁义这一小坨是啥状况啊？他就这么一小坨、哦，没事，咱们空城计，采用空城计来带走对面一个，再激励一次士气了，奋勇杀敌，求一个换四个，士气是这里啊。第三次，10%伤害加持，再来继续激励，20%伤害加成哎、欸！啊，冲啊！奋勇杀敌！啊，这么高的士气，我将士齐心，士气足矣，开战！全军冲锋，施展空城计。还以为我家真没人，是不是？那我先看一下战斗是怎么按的。第三类技能，我是自动连击，香蕉狂风。这一招是什么？五个地刺造成法术伤害，然后让敌人不能动啊，直接把他插死。哎，丁义，我保你，漂亮！哎，漂亮！敌军全灭，那弓箭手是鬼是不是啊？不是、欸，让弓箭手射得很快，又守住了。这个正在送头的一名武将正在移动至桂林，这么久，哎，我们修理一下桂林了。原来是根本没有修理啊！好，现在怎么补兵？
将、军事。据点总兵力不够了，啊，出去挖嘛。那我们出去挖，丁义，出去挖一点兵吧，出征。外面这么多难民，怕啥？攻击流民，能俘虏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哦哦，这个月赚好多哦。哇，这个月有饥荒哦。哎，有人打过来嘞，遇到了流浪商人。能寻得此地，乃千载难逢之机缘，若错过，恐怕今生无缘再得见。我是看错了吗？你是卖100块，100.00，是不是？国库没钱了，回家。好，姜子牙，姜子牙来了。桂林的修筑，我看看啊。桂林的太守还有幕僚的设定，武将招募哦，这里可以直接招募嘞，挖固哦，忠诚度100哎，嗯，看一下官职。不是都已经有官职了，全武将任命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哦，丁义升级成县长嘞。巴巴拉巴巴巴巴。哇，刘备倒了，计谋。我对他使用一个离间计。来一个趁火打劫，来定义，施展此招，进行趁火打劫，这样定义是要飞过去的吗？他们又过来送了、欸。他们这波过来，我就顺便冲过去把他们解决了。太守跟幕僚的配置到底是什么？他一直叫我弄哎。太守任命，谁要当太守？丁义是鹅城县长，那你是黄四郎吗？嗯，我是王大侠。鹅城那什么小地方啊？我们这可是桂林啊，整个这个大陆的最中间。最繁华的地方，又有人来了，有油锅哎、欸，啊，军师，怎么换军师啊？啊，丁义在忙啊。要怎么选择他是军师啊？没办法选择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开扁，士兵数可以调，好、哦，都正常来。那我们先军师技一样哈，空城技，降低敌人100的士气，给你退回来。老战术啊，老战术，直接开战就好了。由他来施展空城计了，杀！输不了啦，这怎么输？敌军直接少一个，开场直接少一个，到底怎么输啊？
哇，看我的芭蕉扇，第一次。敌军败下阵了，郑先生，你也得死！呀呀呀！蜀军全灭！哎，我再收一个人，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进攻了。再拿一座城，我先看能不能开数字啊，不然这打起来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打到敌人了，还是只要碰到就死了。就是老虎是真的很强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老虎是真的很强哎、欸。还有第二首曲目，听第二首好了。看来是没有数字可以看的，没有工作，太守跟幕僚啊，太守不是都派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已经有太守了，幕僚，那幕僚就丁义一个啊。这还能怎么办？太守换成我吧。王大侠来当太守，建设一下城池哦。有啊，我一直在建设。他要叫我太守跟幕僚哎，桂林的。没叫他做事，这个还要叫他做事哦。我先收个人啊，我把这个挖固跟这个郑天生都挖过来吧，由我亲自去找他。进行挖角，望海堡出现异色，虚空一阵金光透射而出，一张玉卡缓缓浮现在你身前。UJ 神腿卡，什么东西？我有月卡了。等一下，黄盖打过来嘞！橙色技，谋略就交给丁义吧。三种方式协助阵路。哦、他们会建议我要去做什么事，是不是？他来攻击我的村庄啊，真的不要啊！定义要进行搜索，全部否决。黄盖有多少兵啊？散落。看来黄盖就要命丧于此了。我要不要补兵？我也想知道到底要怎么补兵哎。他不愿意加入我们，看来本王得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去长坂坡，去长坂坡，挖个张飞过来吧。我看一下现在怎么补兵。军事，强征兵力。这样子，哎，咱们把鬼岛的兵，看那指派，怎么看这个数量还有多少？我先让大家都换个兵吧。兵一刀兵30，工兵0，我工兵456。那你换一下，啊？怎么换来着？武将，按他，战绩配置，编程，哦，这里有个预编程的。按了还是没用，
往这里选了。那你换成这个民兵，零分之两百。哦，募兵，啊，29只了。哎，兵力就这样了。哦，好，29只，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加29只，哎，有人来喽！城门的防具都没了。啊，他们兵力这么多，好像也还好。他们一样空城计啊，一招打天下。退回来啊！结束布阵，激励一下士气。二次激励，三次激励，啊！10%加成。不斩黄盖誓不归。哦，他们是骑兵啊。哦呦，他们竟然有军师骑。不过我们有30%的伤害加成，还是完全行。副队行动。全军撤退，我看看。刀兵怎么让他们移动啊？这样子就可以移动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希望他们就待在后面啊，不要上去送啊。黄盖跑了，我的拔雕扇给他按下去。哇，直接卷起来！大招是什么？引发地震，大地之龙！棒棒，吊打！三国时代的魔法可真厉害啊。桂林的太守跟幕僚配置，哦，你不要再问我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桂林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又有人来打啦，我要不行了。建物管理，只有一个民房啊。修房子，先修房子吧。因为你修个房子30块，啊，观光客一直来，啊，我的兵越来越少了，他一直攻打我的村庄。我要降低敌人攻打的机会。树上开花，这是怎样啊？没有武将可以执行哦。嗯，我要出征了，我要去赚点流民。让我们的姜子牙出门一趟。望海堡，哎，哦，这里贼帅哎。流民吃一个可以加这样子，好，去吧去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守得住家了，我们其实偏强。哎，看不到神官羽啊，神官羽我还没遇到啊，奇怪，这，哎，消失了。
张角已经被讨伐了吗？为什么没揪我？要打张角怎么没揪我？长坂坡什么人都没抓到。这个人就是来给我练功的，没有任何的防御，我一招打天下。哎，丁义，躲后面，老样子啊！空城计催泪，开面。他们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啊？有一个要撤退了吧？四五离阵，离阵直接少一半哎、欸！芭蕉扇，给你帮一下。哎，我们先扁这个。哎，地龙。芭蕉扇再来一下，哎，桂林，桂林失守了，那王大侠回哪里了？王大侠回城了，啊，我们回到宜州了。回来啦，这事有点尴尬呢。退守鬼岛了。哎，他刚出门呢，不行，我们必须拿下一座城，我们不能待在这里。看一下啊。御边城，把丁义的刀兵补充一下好了，先补充我的弓箭手，再补充你的刀兵。OK， 哦，我们全部补满了，出征。王大侠没什么体力的，不是没什么体力的，这是怎么处理的？出门走一走就会回体了吗？姜子牙，你怎么进攻桂林了？撤退！回家哦，回城哦。去京城进行探索。请提升农业、商业还有技术值，太低了，所有的值都这么低，这么恐怖啊！国都钱不够了，那先补充军力吧。你也补充一点弓箭手，一只。好，来，我们三个出去一趟啊。就拜托你守城了，笋干。有一点缺粮食，我们是出去找粮食的。王大侠出发，这个建安要是被我给拿下了。看一下，使用计谋，没有人可以执行，没有人可以执行哎、欸，我
这样好像有点怪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要不然先夺回桂林吧。桂林在哪里啊？桂林怎么那么远啊？原来我们刚刚跑这么远啊！我趁这个建安的人出门的时候再去打。射粮草是不是可以补血啊？没有哎，体力慢慢补起来嘞，直接进攻建安了。刚好在我家隔壁，不拿白不拿。直取建安城，这地方易守难攻。打个招呼看一下。王大侠进攻建安，敌军其实兵也不多，我们这样就无法施展空城计了。采用破釜沉舟，先拉扯一下，让我冲前面。开战！他们也才700兵力，我们这一战真的是破釜沉舟了，不冲不行啦！一个一个扁，拔脚扇。杨李贵 out， 断开他们的路，应该是拿下了，都是一些什么杂鱼。地龙，一个人就把敌军给全灭了，生擒啊！抓了两个，抓了两个手下，好爽。我看一下被我抓到的会怎么样。嗯，粮草好够，钱也很多，可以建设了。看一下我两个据点全都没有民怨呢，建安人事，看一下我的俘虏，两个俘虏都是刘表那里的人，都来我这吧，招募一下。两个都堪虑耶，让丁义去试试看吧。没有阵理，让我来会会他，看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。任官职，丁义现在是杂物大将军。武将招募，没有人愿意加入我们的，这些势力怎么都在跟我们打架、啊？然后进行了官职的任命，兵种哦，兵可以升级嘞，太爽了！刀兵怎么感觉是个垃圾了？先升弓哦，弩兵啊，这个绝对强，这绝对强。All in 奴兵，好，我要开始养奴兵了。内
政也没什么好内政的。看一下指派是什么按钮。哦，指派是可以把兵派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大家都换成人兵。这个奴兵全部拿出来，绝对没有人 hold 得住哎！啊，内政，我内政一直在搞啊，这没办法啊，丁义这智商，这能怎么办？我方主公希望以2249金带回杨李贵大人，我同意，放了他。钱可以拿来干嘛？去搜索。他想使用知己知彼战术，想骗我的钱啊。我看一下在谁兵力不够。